没事啊，没事啊。没事啊。现在办这个样要干嘛？双手插口袋，眼镜戴歪歪。现在我们啊，哇，你明星脸，很像那个潮茶里。你笑。所以呢，潮茶里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丰臣府古村这样。没有错，而且进驻到这家不得了，货真价实的五星级酒店。没有错，而且是地理位置极佳。极佳。你知道我是怎么确定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五星级酒店吗？怎么说？因为我刚刚看 Eric 这间衣服，你可以放浴袍了。对对对对对，浴袍不用烫了，好不好？就这样，大概是这样。可是我们今天就睡这，今天三位贵宾来到香港。对对对对，这间房间就是借你们看一下。哈哈哈哈哈！太搞笑了，设计耶。哎哎，我说你，他这个假摔，哎，要可以吗？不是被逼疯，我们只是看一看哦。就跟这个，差一点就要分配，今天房间怎么睡？好了，那这间房间我们参观完了，跟所有。 不是，你刚没，你刚是不是在？已经，我先试睡一下，我觉得这个床，不是，你刚盖好，我们要去体验这个千禧大饭店的浴室量，一来就是贾佩妮师傅，贾佩妮师傅啊，好了，走啊！我在想你的贾佩妮师傅好像一个师傅。OK， check it out！ 哎，我没有，我真的没办法。Check it out， 录不下去。Check it out， 我们下去吃沙冈楼的怀石料理。怀石料理都很精致小小的。哦，我们今天来到包厢哎。我们现在已经在叉而已，要吃的是叫英之怀石料理。First day of spring, and I just wanna sing to everything that's moving, every single little thing. To them birds flying free, fish in the sea.
every little bumblebee. 真的好可爱。I wanna sing.大家好，大家好啊！而家系海洋公园 ，Ocean Park，Ocean Park 啦，香港一个很重要的景点，系1977年，那66年的时候就有这个，1977年就我都还没有出生很久，对了吗？所以里面这个海豚已经70岁了，40岁了，不要乱讲。等一下有看到有胡子的呢，那就不是海豚，是海狮了，谁在这边养鲶鱼啊？今天呢，要来体验一下一日海洋公园的保育员。海洋公园里面的工作呢，非常非常的多。台哥今天选择的这个从事的工作是海洋公园里面的一个重点。海洋公园是乐园结合动物，不是你想的那种。出来主席好了。你知道海洋公园的动物跟动物园有什么不一样吗？这边海洋公园每天说，今天多少人过来参观了、啊？200多。对啊。今天有没有跳火圈？有。哎，这个火弄小一点，真的是昨天烧到毛了。哎，你是海豚的没有毛啊？所以说我忘记了，我是海豚。请问这一根是什么？这根是假假的一个甘蔗了吗？啊，大七甘蔗，大七甘蔗。他们相当注重孕育跟保育。是，就问一下，你说鸳鸯蛋干嘛？为什么我们的节目所有的网友都知道我们在干嘛？不知道，我们这一次是内外都保密。好了，那我们就去报道了。报道是开始。来，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员工要来这边做海洋列车？为什么？信你的胆量。这是一个云霄飞车。哎，不行不行，这个我不能坐。一定要坐，没办法。不行不行，来了一定要。不行的，哎，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我要坐海洋列车吗？站！哎，我不行，我跟你讲，我真的不行。阿飞。车你不用怕了。哎，博士，有没有你好？我有没有？哇！大哥，你现在这个光啊，有点像司马光。哎呦哎呦哎呦！Southport spectacular, OK? OK, 我第一次觉得雷要工作我这么开心，你知道为什么吗？是不是可以不要一定要用香港腔？一定要用。跟大家讲一下企鹅的广东话怎么讲？企鹅啦。那西湖的台语怎么讲？企鹅咯。企鹅看企鹅，看企鹅快企鹅咯。企鹅看企鹅。如果去西湖吃羊肉，就是去企鹅讲英话咯。那去西湖看企鹅以后吃羊肉呢？去企鹅快企鹅了。吃羊肉了吗？那如果去西湖看企鹅，看完吃企鹅呢？没有人在吃企鹅，不要乱讲。我们还要企鹅多可爱的，为他们服务。好像好像。好，来出发了，好了，切切切，切到了，切到了。三兄弟吗？三大男高一吗？在这边准备要打麻将了吗？是的。学长现在正在，学长正在过来当中。需要来了吗？需要来了吗？需要来了吗？你好，学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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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欢迎，来，我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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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哋系台湾过来的。好厉害啊！你用广东话。广东话，谢工谢工，你的名日文英文名 ？Burner Burner。Burner， 读得很好 ，OK，Jeffrey，OK， 那 Jeffrey， 很好 ，OK， 现在带这些企鹅，对，有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或者要注意的地方？他们会生病啊，训练员就要留意他们每一天的变化，这样子。那你看不看得出来他有生什么病？
我哇，没有什么病了，不要这样重建。也是，就是很健康，很健康啦，十八岁的身体了，是啦，对。其实学长是不能打的，这个瞒天大谎绝对是不可以的。所以其实像企鹅呢，它是不是一个对人类非常友善的动物？它本身就很友善。在这里进去，可能有些企鹅就可以立马就是跑到你身边这样。跟你说，是是是，真的啊、他们很喜欢跟人接触。那我们一天大概喂食它几次？是，它时间到了，它就知道该吃饭。是，他们的生理史就很厉害的。而且我们晚了一点，我们一出去，他们就站在我们的位置等着吃饭。我还以为他说他晚了一点出去，他就打他了。我都害怕了。学长马上带你上工啊！要上工了，所以我们一开始要做的事情是给他们准备一些他们吃的食物，这样。哎呀，这是我从小梦寐以求的事情。Good job， 真的，今天机会难得了。你教学长说一句中文，到西湖去看企鹅。去企鹅，看企鹅啊！去企鹅，看企鹅啦！来啦！来啦！OK， 准备出发。OK， 我们现在要去看一下企鹅。Yes。我们现在要进去这个企鹅平常生活的地方。你没有介绍你为什么一下子突然就变一个这么帅气的样子？不是，因为他是这样，今天学长特别给我选了一套这样的衣服。平常这个是在丛林里面工作的时候，就是跟恐龙一起工作的时候穿。他会穿这样，来 go。OK， yes。好，先进来吧。哦。好，先看看这个盆子里面的东西。哦，我要吃这么好的东西。是。哇，这是南极虾。轮虾。轮。轮很难写的。石。然后轮色的轮。轮具的轮，什么叫轮具？是，冷柜，哎，我先给你看，随便来，这边有皮，这样子，轮下，轮很难写的，荧光乌贼，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我们叫做银变鱼，就是它们。银变鱼，它身上有一个银色的边，你看我看。银变，它变辫子的变，银变变。不是，是你闪旁边一点，边呢？我是闪旁边的边呢，不是变。红边的边来吗？对，边国的边啊，来没？好了，你来。这个我们叫多春。多春鱼吗？多春鱼就是我们讲的日本喜相逢呢，喜相逢的意思呢，喜相逢啊，这是什么？飞鱼，投币，不是那个飞，就是飞一个鱼一个飞吗？那飞就是那个。所以他们其实要来吃这些东西的，他们都很高兴。是看到这个是最高兴的，最高兴是他们最喜欢的。看到这个银边鱼，那为什么不全部都喂银边鱼就好了？如果只吃这个话，就是那个营养就会不够。他吃银边鱼，再吃两个 B 群就 OK 了啦。没有扇子，吓到了吧？这里不可以带扇子。企鹅大概要吃掉几公斤的食物呢？我们这里有93只，全部加起来60公斤。所以一个人是很多，九分之六。我跟你说了，你刚刚说我乱说话，对不对？看眼睛，看这边，他们切鱼的时候呢，是会配一点 B 群的，真的有，还有维他命 C 的呢。企鹅会跟人类撒娇吗？有的。其实平常企鹅会跟企鹅之间打招呼，看起来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怎样？企鹅讲话是，怎么会这样？我看到你耳朵是我瞄的，相信我，真的。早上见面。有这样的吗？哎，OK， 我们要配食物，对不对？很多鱼啊。我们现在先配食物，对，配完食物我们就要去。Check it out， yes。机器了，穿山然后放进去，它就会变大。洗得干干净净的，我们现在要给它吃的，这是多春鱼。刚刚的学长特别讲，我们要塞一点维他命。对，有些我们要拿起鱼这样子。给它弄一个洞，每一条要晒3颗。3颗啊！我平常吃鱼油是吃一天吃4颗，那有些的营养食品我是吃1/4颗就够了。
是吗？有些哪一种呢？感冒的一些营养。有一种蓝色的，蓝色的感冒的药，不是药，维他命。蓝色的维他命要吃四分之一颗，就够了吗？够了。我这个年纪其实不用吃到一颗。什么叫不用吃？不用吃，不要乱讲。然后你要不要试一下？我试一下啦。哎，你有没有看过我们的节目啊？他连你本人今天都第一次看到，看到我本人你第一次看到，看过，看过了。台湾的综艺节目，是了吗？什么综艺节目？说来听听看。哪个？那个，你说，就是那个黄金时间播的那个，对吗？综艺掌门人嘛，哎呀，就是那个。我们的节目叫《木曜四超玩》。像你可以在 YouTube 啦，可以在我们的麦卡妹的频道都可以看。麦卡妹的台语的意思就是麦靠的。麦靠。没有。我跟你说，你现在好好工作，差不多了，待会工作完外面集合。好了，先这样子了。OK。好了，好，再见。哎，全部快点塞完，塞剂塞好，塞好塞满，先塞快点。哎，哇，好紧张哦。我现在要到外面清洁那个企鹅平常生活的地方，这样。这实在太珍贵了，我真的觉得我今天我圆了我小时候的梦想，我现在要跟企鹅，我要跟他们见面了。清洁 ，OK。这是我们待会要用的工具了。我要去帮企鹅清洁。它的粪便 ，OK， 比较白色的，就是它的尿液，对不对？是，开水了，对啊，对，就是这样子。我帮你。好，清洁过后了，我们就要进去里面帮我们的企鹅量那个体重，那我们可以进去了。OK。Hello there。我刚这样进去一下，我觉得这个工作真的是一个很疗愈，非常。所以其实这样讲起来，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每天都是很开心。对啊，看着它哇，超烦了。没有了，真的是。那我们现在要来量企鹅的体重。对，一只企鹅要控制它在几磅，最好就是4到6，4到6公斤。外面的兄弟们都等不及了，等不及了，排队要进来。Okay, okay. 五二三几多重？4.66了。六了。五二三，它的体重就是4.66。五二三了啊，五二三嘛，还要五二三？可以吗？可以。写好了吗 ？OK。5.622了啊，5.648嘛，5点啊 ，OK。哇，它这么跳的，好可爱哟！哦，
你闭上这个哦，我做对了，这时候我就给他们一些鱼，二是假币，这是几号？2288。来，他还想吃。哎，哥，你知道吗？为什么要用一个透明的亚克力板挡住？你知道吗？因为企鹅他们是群居动物，他如果看不到他的同伴，他会很担心。好苗栗哦，而且我很羡慕他，还一直在摸他，还一直在摸他，真的好可爱哎。那我们的企鹅完成任务了，现在他们就可以出去外面玩耍这样。我问你一句话就好，有没有机会摸到他？你说有没有机会摸到他？你说有吗？今天就没有了，我要走了。好，我再问一下学长，我们既然不能去摸去，因为这叫专业，企鹅可不可以来摸我了？可不可以？你说一句可不可以？今天也比较难啊。你搞什么？怎么都不行？哎，好不好？现在放他们回去吧。是 ，OK， 来放 ，OK。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冲了，冲了！好可爱哦、喔！真的，这好像在那边过日子。想像里面啊，这些企鹅会不会有想交男女朋友的时候？有的，就他们会可以自然交往。是，他们都平常是交配是吧？交配，自然交配。你们有一个企鹅是花花公子，有的，也有。我看过，最多就是2-3个。2-3个女朋友、哦、还可以啊。剩下的话就可以对到永远。哦，企鹅是这样的吗？正常。但是企鹅已经有200多年没有正常过了。下一份工作来了，没了吗？没了。我以为还有下一个工作没了。比如说帮企鹅洗脚啦，或者是怎么样？没有了。我跟你说，你昨天换的港币全部拿出来。我昨天才换了25块耶，怎么办？因为它这个东西呢，饲育员方面他们是经过专业训练，所以我们不可能在第一天就上手就去摸它。Thank you so much。我平时戴着手套跟人家握手。OK，check it out。Yes。Penguin。We love it。这个像话。在忙完了以后呢，你自己说这个像话。能不能立刻给我们一个员工餐期？我想问一个问题，然后你就过来。这个我，这个你，阿良，然后你台哥，这样是什么意思？我是不是？这个我，这个整个的塞子呢，是我吃得下的。你吃得下吗？那这个是谁吃的？这个是小胖喽，因为以小胖呢，他整个塞子来讲呢，差不多是这样的。今天能顺利来香港拍摄，有一位从中斡旋、功不可没的一位好同事，他叫做 Cherry， 你这里坐，你坐，你好。原来每一位海洋世界女性员工的颜值都这么高。海洋公园。是不是 OK 啊？怎么会？你们一大早不见去哪里？然后脸上写什么东西？发财先去拜佛。为什么这样子？哥，你看我带礼物给你，是我的宝藏。三哥。就是咖喱鱼蛋的酱，他们是赞助拍的，然后我他妈是咖喱鱼蛋的酱，然后我觉得我等下买鱼蛋就可以蘸酱。那你跟他分享。对。哎，不是，我想问一下，所以你们找他来干嘛？那做鱼球，我帮那个老公体验翻天覆地。我在跟你打招呼的时候，你就这样。哈哈哈哈哈。你们放过饭了吗？他们刚才看你们吃的，他们已经笑了。吃什么啊？他们吃好料的。素雕，吃大物。还好阿公不在，不会骂我们。那阿公在这里面吗？我刚刚报了一个你们会喜欢的工作，跟阿公徒手把生鱼剖开，然后把没有剖开了，把维他命放进去。阿公，他现在手很臭，我跟他说。维他命。烧很香啊。等一下，你先握住这边，然后才做这个表演，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叶
我靠！时钟剑，时钟不要玩了。没有，这个茉莉，我跟你讲，没有。他们今天表现好的话，我带你们去吃烧鹅了。他们没有感觉。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来到海豚司令的地方。因为海洋公园除了有提供娱乐服务之外，动物的保护上面花了非常大的力气。对，因为他们也有把收入呢变成基金，保护一些野生的动物。对对对，海哥，接下来呢，你一个新的学长，听说你要协助他帮海豚做很多，比方说今天要协助他们帮海豚刷牙、洗脸、穿衣服、绑鞋带。哎，你们是没有看过鲨鱼黑帮的，美赛德尔。这打下去。好了，就这样，这位学长报道 ，check it out。太棒了，现在这个我要来当一位海豚的侍女，这位不得了了，不得了了。这位呢，可以说是这边的 supervisor，supervisor， supervisor、okay? 所以很多的海豚呢都是他训练出来的。是，我们欢迎 Angela Baby。Yes，Angela。要站着，我没有擅长的环境。Hello，Baby，Yes。我们刚刚透露一下，就是我们当侍女。跟 trainer 已经三年了，有十年了。那您自己本身来讲，怎么样投身这个工作的呢？什么样因缘变成的 trainer？ 原因很简单，是吗？ OK， 哦，那您喜欢海豚？对对对。哦，所以要当一位饲育员，你要会游泳，会什么的。并且我们也要水平体系嘛。哦，所以我们的体能一定要非常。你会跟海豚一直在游泳？真的真的。所以你刚看到哪一只标本？你都可以知道他的名字吗？知道，长得这么像，你都知道他名字，是吗？听说像海豚，其实是很喜欢人类的，是真的吗？真的。另外一个传说说，海豚跟海豚之间是会沟通的，是真的。对，好像很有一些声波。对对对，有一些我们听不到。所以像这两只就有人在说，你看那个人怎么那么老啊？也是有老人喽，你也不要跟他计较，因为他也没有多久。没有这个对话。海豚不会这样。没有这个对话。这样，Angela，请问你？新的处理，第一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就是清洁。我发觉我到哪里都是从清洁清洁工开始，我真的很适合当清洁工。我马上跟 Angela Baby 一起去清洁一下。OK， 第一套洗衣服来 okay, check it out。对，我真的是觉得很开心的。第一天到这个单位来实习，就遇到 supervisor 最大的 Angela 来带。而且呢，我刚刚看到这有这么多东西，海豚也会喝柠檬红茶吗？啊，不是，那是什么？这是干嘛用的？就是放在水里面，然后他们要用冰。OK。那怎么把里面的冰块？他们喜欢吃冰块。那这个呢？这个就是每一天的跟他们讲。海豚的体温一般平常是几度？跟人一模一样。所以发烧也就38度就是发烧了，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要帮他刷牙。对。你刷牙还用电动牙刷头？对，电动的。哎、欸，我以为是用很大的刷子帮他刷，结果是这么小小的，慢慢在帮他刷。OK， 帮海豚量体温。Oh, what a mistake I made when I said it free. I really thought it was asleep, but it's back for me. 那叫做。Hacky, right? Hacky, okay. Hi, Hacky. Yeah, okay. And it's... Hiki! Hello Hiki! You want a fish? So bring on everything you've got, all the stupid guns. We're not afraid cause we are done, it's not haunting us.
活。他想跟你玩了，跟你玩。好可爱哦，他喜欢玩抛接。All the stupid. 我觉得真的会舍不得走。我觉得能够有这样的一份工作真的很不容易。首先，他要很有爱心，也很有耐心。对这些孩子来讲，其实是一种陪伴。不管是海洋公园的展示也好，还是借由我们节目的内容也好，你爱上了海豚，你就去参与很多保护海豚的活动。所以 Angela 学姐，请问一下，像凯哥跟你这样短暂的合作，他如果最后辞掉演艺圈的工作，我有机会来吗？投身这一行，你觉得有机会？有机会，真的吗？因为他很会跟海豚互动。如果在53岁来，然后有一个小海豚给他照顾，他可能陪到他5岁，他就走了。那个海豚没有那么。喂，上来咬他。Ellie, I will miss you, okay, Ellie? Which one is Ellie? Oh, that one? Okay, Ellie. Hey, 还有下一个工作。下一个工作。走就知道了，来 check it out. Ellie, I will miss you. Check it out.Ellie 真的很可爱，她才2岁 ，You know， 她一定会记得我。我曾经跟她玩过球。她说最主要那个海豚看到我是看到我的活力，但她还是忘记你。那这时候我就要唱一首歌给她听。我没忘记你，忘记我。这首歌一播出，观众家都闹鬼，曾祖父就说：“哎，我跳过，唱得好。”不管那个 Ellie 记不记得我。我都会记得他，对，他也没有办法说今天让你喂，明天张三喂，后天李四喂，你没有办法破坏他的那个系统，这不可以。所以今天我们来拍，我们也只能用最贴近的角度告诉大家说，他们是这么 take care 的这些东西，你就千万不要去。没有，再次发现你现在话越来越多。以前你的话大概只有1秒，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我把你没有做到的东西，我是没有做到，我现在已经高达85%，是不是嫌弃我？哇，刚那一下有恨，我跟你讲，握得很前面，这样子才是恨。哇，哇。最主要，我们回去要拍一部戏，叫做《海豚湾恋人》。你可以拍《海豚湾恋人》。你是觉得你的梗都比我好笑？而且我这汗颜，你再帮我剪掉。千呼万唤始出来，我想是很难得来到这里。等一下，我可能有机会跟 Panda 呢近距离接触，有一个很低的机会，很近，大概呢6公尺，我自己都不相信，大概6公尺，差不多这么近。可是我们等一下呢，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 training， 有一个训练的课程。好，欢迎我们的熊猫学长。好，台哥好，台哥好。Tommy， 对 ，Tommy 学长你好 ，Tommy 学长你好，今天来呢是要先跟 Tommy 学，是学哪个项目呢？就是学一下平时我们海洋公园的教育大使是怎么跟我们的游客去介绍我们熊猫。所以学长是教育大使，对，没错。因为我平常都看到电视上啊，或者是有些报道说熊猫都是吃竹子嘛，所以熊猫除了吃竹子以外，还有吃别的东西吗？当然啦，苹果啦，或者吃那个竹笋啦，会养地瓜，对，真的，对，很养生的。好了。我们现在要去学习这个课程了，好不好 ？Check one, yes. OK， 熊猫行前教育。OK， 好的。那么台哥见我们熊猫之前呢，游客呢都是需要先填这一个健康申报表。哦、健康申报表，健康调查表就对了。不健康的人没有报，尽量不要。对，没有。如果你有生病的话，高血压可以吗？高血压没有，我没有高血压。高血脂呢？没有，高血脂也没有。糖尿病都没有啊。
都是你啊，赵宇，要不要先离开？对，好，OK， 我看看。他们两个看起来很像，他们是双胞胎吗？还是很像。但是呢，他们呢是不是上班也不是新妹来的。我们希望你可以翻译前面那一段一大段我们听不懂。就是8点钟呢，我们就要来帮熊猫做早餐。这里我们也听得懂。然后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饲养员 Matt， 打个招呼先。然后打个招呼先。那这里边度咧？你今天超了。OK， 哎呀，平常都是带一只，啊，我现在都带。你要过来，我靠这边过来。什么叫带一只比较多？少了，我是不是有带了无袖的嘛？那种的，叫小兵刚的这种的啦。咁呢个系苹果，系我哋阵间先再介绍。系咁，但系咧，讲翻咧，大熊猫咧，其实主要食粮咧都系竹叶嚟嘅。咁但系咧，喺海洋公园里面咧，我哋都会俾。咁都好嘢，蔬果佢啦，咁我哋會有番薯啦、紅蘿蔔啦，同埋竹筍。啊，竹筍 ，OK， 竹筍。呢個係梨，梨，仲有高纖餅乾嘅。哦，係啦。哦，好香啊！做佢得。呢個咧，你同埋飯。哦，呢個都 OK 啊！你中意邊個啊？啊，我兩個食大 OK 啊！咁頭先你問我啊，依個蘋果嚟做咩咧？就係你要幫我整一個竹子串燒。呢個係咪要削皮啊？唔使，咁就係將佢咧一粒骰仔咁大嘅啫。將嗰個蘋果粒咧就吸落去個串燒度。哦，咁我先切一半先啦。我再切一半，所以这样大小。哎，我觉得帮熊猫做早餐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哎，猫猫而家。佢眼睇唔睇得清楚？所以其实刚刚也会有一些老人家的毛病啊，然后眼睛好啲老花，睇唔清楚啦，好吗？所以他会用一些那个嗅觉或者是听觉来帮助他，都一样，人也是动物，也是会老的嘛。跟你很像哦，你也很常用嗅觉处理一些事情，像温央也都是用嗅觉。所以啦，我有时候看温央他们擦香水，我就，香了吗？有没有？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说。说你说。我们刚刚收到线报，安安已经吐酸水了，希望你可以快一点。他很饿。说。快递。安安刚刚打电话给你吗？Sorry， 安安啊，我快啊，等啊，等。妹姐咧係樂樂嚟嘅，今年12歲，係啦，男仔。哦，你等等，我幫你有做早餐，你等下吃啊。我这一世人第一次要去喂熊猫的了。龙龙，看龙龙，来 ，OK， 呀。啊，它只吃苹果，只吃苹果，来吃啦，哎呀，你真系冰雪聪明啊，来吃。我，好吧 ，OK，Enjoy。
所以我们在录影。好啦，乐乐真系要出去景区嗰度咧食佢真真正正嘅早餐啦！呢个我哋小食嚟嘅啫。阿乐乐见到佢啊，你而家同佢讲声拜拜先。拜拜，拜拜，乐乐，嗯啊 ，see you then。他舍不得哎、欸。现在我们来到就是熊猫他们平常出来玩耍的地方，呢度都系玩嘅地方啦嘛，系嘛？系啦，咁都可以话系一个模仿翻四川嘅栖息地啦。咁其实我哋咧呢度咧有好多梯啦，我就咧阵间会开翻个瀑布俾佢啦，咁同埋咧有啲树咧俾佢攀爬嘅，系咁，同埋希望佢做多啲运动啦。系有啲足迹。啊！他们就会把这个竹子摆在这里，然后他就这样。看到没有？他是不是就坐在我的位置？是不是？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吗？这位是乐乐吗？乐乐、啊，哎、欸，他好可爱。只要看到他，他就在吃，他没有停的。OK， 现在回去就要做清洁，做清洁。到外面清洁，现在回去就要做清洁。我到每个单位都是做清洁的，我已经快要开清洁公司了，专门了。而且我很想看，就一个血灾的，它的血是臭了还是不臭？它的屎可能会有一种清香，清香，甚至可能会有美容的效果。是，你晚上睡前呢，额头这边抹一点，然后两边抹一点，然后推开，推开。我们待会拜托他们给我们两个带走。我想蒸一坨熊猫屎来，哎呀，加点几盐哦，就做个甜汤。哎呦，品盘，好吗？这个好了 ，OK， 确认了。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已经闻到熊猫的屎了，是什么味道呢？有点草倒湖的霉。不可能，我们不相信。喂，训练完咧，我哋每日咧工作咧，我哋放咗落网出去影佢之后咧，其实呢个闸咧，我哋夜晚会开翻嘅，所以咧佢都会留埋呢啲咁样嘅屎喺呢度啦嘛，系。学长。哎呦！我希望你不要那么冲动。咁屎呢两面呢全部都系草啊！一二，唔敢喐啊！嚟嚟嚟，嚟嚟嚟，番薯去番薯啦！我希望你不要，因为吸不到的下一步就是要七七看了。我希望你不要在这里，不要再试了。看看，猫屎，你都有吗？哎，这个比较有味道，这个是刚刚摸出来的，比较有一点味道。但系咧，呢个里面咧都系腌嚟噶嘛，啊，如果晒干之后，佢会唔会再食一遍咧？食干净唔会啦，唔会啦，唔会啦。我哋咧，其实咧就唔会即系点茶叶啊或者咩嘅，呢啲咧其实我哋可以将佢再做纸。哦，再做纸，哦，就可以拿来造纸。哦、没有看过一个动物比熊猫更有用。我现在装死了。来，那如果没有戏的话呢，我跟 Max 就先离开了。好了好了，你自己不要光光泡茶喝。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I'll do it, no problem.
讲，屎呢虽然说一开始没什么味道，但是多的话呢，记不记到刚刚那些大便几公斤呢？谁了吗？14.8咯，35公斤的竹子呢，已经拉14出来了。OK， 这个啦。小胖，小胖你站在那边，我们这个镜头整颗不能用。好，现在呢，这个来到这个长城，呢个系中美的，来一个过来，你系中，我哋系中意嘅。OK， 放这么多竹叶，哇塞！哦，呢个系边度进口嘅嘛？呢度系广州，广州从广州过来的。系啦，我哋咧都会提供5至9款竹叶俾大熊猫去选择，因为其实我哋永远都唔知道佢中意咩嘢，同埋我哋都唔知道佢味道系咩。咁我哋运输嚟咗即系公园之后咧，咁我哋会摆喺一个储存室啦。咁其实我哋上面咧都有一啲洒水咧，保持呢个新鲜咯，新鲜咯，系啦。但系呢个大只嘅呢个竹棍系做咩嘅？有时我哋都会俾唔同部位嘅竹叶佢嘅。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好竹棍咯。咁佢哋好中意咧咁黐咧。哇！我靠，这个这么硬！你揸人好重啊，好重啊！你看呢、這个。聲音很沉的，好，係咁啦 ，OK 嘅，係啦，咁呢、這個位啦，咁其實我哋夜晚咧都會有操作員咧去巡邏啦，就 make sure 呢個位咧係正常運作嘅。哦，每天晚上都有人巡，所以它是一定要巡的。但係小熊貓係咪食竹子嘅？都係，都係咩？係 啊，小熊貓也是吃竹子的。我而家工作都 OK 了嗎 ？OK 啦，表現得怎麼樣？OK 咩？可以繼續努力，繼續努力，可以繼續努力。不如你今日留喺度咯。真的假的？我努力，努力，努力。放手啦！看到沒有？恭喜啊！我已經到呢個資格咧，過嚟做嘢啦，係咪？你偷偷問一下學長，這一份工作的待遇怎麼樣？不要給我們知道，你自己問。学长很谨慎，因为他穿的衣服讲这句话会有问题。这个 OK。香港老大街啊，这是香港海洋公园里面的一个造型，它里面有个老大街，然后在旁边呢有一些。复古的一些老店了、啊，海哥，你跟了企鹅，跟了海豚，跟了熊猫 ，yes， 我真的很想跟他们住在一起。你也想，我又想在海里面游泳，又想住在竹林里面，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冰柜里，对，冰柜里，我迟早有一天会住进去的。海哥，拿走，你打人一定要抓后面。OK， 来了。好了，我说不准，我问一下促成这次拍摄的 Cherry 啦，你叫什么名字？忘记了。Vien 有点 bonjour 呢 bonjour 你们两位觉得台哥这次的工作 OK 吗？觉得 OK 啊，觉得可以，感觉你这两天工作非常的认真。真的吗？我们准备了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Surprise。 什么 surprise？ 猜猜看会是什么？50两黄金啊。哎，不是 OK， thank you， 不是这么低俗的东西。我跟你讲，我最喜欢低俗的东西。我给你一个提示， your dream。 My dream？ 你的梦想。不准给我梦！完全不是这个。OK， 来，带你去看你的剧，跳一下喽。不跳，跳，不跳，快点跳一下。我不跳，不跳，那我们跳了。哎，海哥兴不兴奋啊？这是你梦想中的礼物。大兴奋的一个。我们海洋公园呢，有个特别开放的行程。让你可以真的去接触到企鹅。对对对，也就是这个是针对一般的我们的民众，然后可以到现场来看，就有机会可以这样子摸一下脚，这样子的行程一个人。讲钱就俗气了，俗气了，所以我今天代表一个观众的心情去体验。哇，帅！我们出去最后一个事情就是要教你一个神秘的动作，一
三，升级你有什么？对，就是这样子的。他就会把今天参观费用的账单。我现在出去了好不好？ Okay. 好，先在这里等一下。你先站在这里，站在这里。看我们做一次示范。好，现在是小吃来了，没有了。好，我们问完了我的企鹅了，还记不记得我教你做的那个神秘动作？开始吧。行程我觉得相当的值得，很值得哎、欸，很值得，这是企鹅哎、欸，很值得，这不是鸽子，这是企鹅，而且一个梯次一天只有六个，对，太棒了，谢谢谢谢分享，谢谢，台湾的 CEO 店 ，OK， 到台湾可以来的，我们一起去养鸭子 ，OK， 有鸭养鸭人家一样，可以吃鸭蛋，还不错 ，OK， check it out， yes 。好了，这个结束一天的我们海洋的行程，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企鹅，是我在后面摸了它一下子，它的那个感觉就很像呢，有一只鸟，鸟，它在飞的时候呢，突然间遇到倾盆大雨，哦，大雨，全都淋湿了，湿了，就停在你们家门口，要摸它一下，感觉像一个全身淋湿的一个鸟的感觉。那如果我刚好没有养鸟的人，没关系，你洗完澡以后呢，先不要擦干。好啦 ，OK， 很感谢海洋公园。可以，那我们差不多要离开啦。我还有一点感触，我要讲。没有关系。你看看人家香港规划的有多好，你自己看看，自己看看，你看这个乐园，真的，你自己看。帅劲，帅劲啊！来，某过来，来某过来，帅劲。你看看人家，一分钟就走到海洋公园的地铁站了，有没有看到？我们请问来两位美女。两位是我们这一次协拍的所有的这个公关的事务呢，都是由两位来做的。这位呢是 Cherry， 这位是Vian， 哎是什么 ？Vian， 差点忘记。你们一定接待过很多世界各地来拍的单位，对不对？经常来拍对吧？请问你们会不会想去拍台湾的桃园？谢谢大家，或者是巴黎 ？OK 了，谢谢。我们会再回来的，再见，谢谢。一日桃园。I can't help but notice you coming down the street, smiling so dearly at everyone you meet. And I can't help but notice you throwing me a glance, a wink.Telling me there's a chance. I've just got eyes for you. I've just got eyes for you. No other could enchant me, darling.
got eyes for you. I've just got eyes for you. Got eyes for you. I've just got eyes for you. I've just got eyes for you.两位啊，哎，竹林龙母，那我坐这里哦，我有我想看啊。你是真的很害怕吗？我真的害怕。哎，你不要看，你不要看，你都不要看啊。我真的很怕。缆车不会害怕，我就怕速度，因为我很慢嘛，你知道了。我还有心情讲笑话？对啊。哇！我要出去，我要出去了。这风景真的很好看啊。这个很矮的哦，白痴啊！这里在坐缆车，哎呦，你这你每一个都是哎，每一个都是白痴、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人坐缆车害怕的。大家好，我们是木曜四超玩，每周四晚上九点直播，每周五更新 YouTube， 记得一定要订阅哦。粉丝团跟 IG 千万别忘记哦。就这样，木曜四，我们下次见，拜拜。